高雄遮拄好有一间庙啦，我带你来吼，咱甲北中南的外道拢个拜哦，嚼嚼嚼。它长得很不一样，而且它的喙是往上的，平常看这个喙是往下的。老师，这个鼻子，这不是狮子吧？哇，哎，你拍得到吗？哇，就这样子夯一夯，它就亮了。每礼拜三暗时10:30，宝岛神很大 ，Oh my god！